我被吓死了，这个没有，但是我们串就串不开，串就开了，真的，那你给我踹开，你感觉？哇，那个那么多脚印。这里每个门都踹不开的吧？上次这个，他上面踹不开的，我可以用力踹，前面那个是我。你两个都踹不开吗？为什么？进去不能可以开，要从另外一边走进去。像都脚印，就是别人别人也是在硬踹踢开的啊。他也有点皮。对。没问题，从里面开给我看。哎，来了。上次你脚这下你踹。没有。我要踹了就是。你去上面一看，有看到吗？你用那个踹过吧。奈莫很累哦。一定啊。应该是他的那个东西 rust 了，所以才踹不开吧。哦，我这样看很头晕的。我手很酸。我帮你拿。大家。还可以，我屌。这老。这个可以开一下。开的。这个我弄过了，这些门。开不了。开不了。每个门我们都拆过了，就是有那一个门最难看。一次。这个也有啊。这是审判的地方。审犯人有这样好的意思？我感觉这种人，这人是关精神病的感觉。还是很伤，还是很伤病入。哎，这里是做出一个 nurse 的，你知道吗？人生不懂。看看那种古装剧不懂。真的是那个。这边往上要爬。不该爬了。潘金鸡这边。这边流金上面有问题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，如果是真的是在我们，我看到楼梯了。哦，那个上面刚才那个。哪个在我们？我看那个楼梯啊。哦，那下去应该是我看的。那是给我。给我了。我流汗了。要去吃还是回家？哦，脚崩了。那你要躺。